唔好意思啊，你係老闆。嚇？你係老闆啊？係啊。你係老闆啊？做咩老闆坐呢度嘅？我呢度位靚。呢個係你嘅店嚟嘅。係。你呢度做咩生意喎？呢度係一間 meat free 咖啡。我睇到你嘅店係好誇張，令到好誇張啊！有咩特色啊？你咁樣？有咩特色？因為我中意打卡影相。哦。跟住就無味咁樣開咗呢間店。嗯。你可以帶我去睇下你嘅店。裝修都好特別喎，呢度比較特別嘅係佢嘅牆，佢嘅牆全部都係用手工去成熟啊，佢嘅嗰啲花紋都係有。哦，我以為係黐嘅，唔係黐嘅，好似呢幅同呢幅啊，都係同一度，好似咧，但係。嗰幅好特別咯，可以過去睇下唔會咁長。好啊。呢張牆係hydroponic， 即係水根種植。呢啲菜係喺叻嗰度種咗，跟住我哋擠喺度俾佢繼續。我哋有一個 big sales 就係即刻就今日賣曬咗。呢個係咩嚟㗎？我呢個係一個泵，同埋水，佢係將呢個水泵上去，跟住佢落翻嚟。哦，就自己飲水啲草。係，佢嘅水就一路咁樣循環。即係呢一個新燈啊，咁屋企都可以做。你又要入廚房睇下冇？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呢個就係泛地。翻啲咩啊？係植物肉。好似肉喎呢個。佢係植物嚟嘅。哦，植物種嘅。係植物種嘅。你喺度做緊咩啊？做着那個我們的 patty。哦 ，patty。做着它的那個形狀，它的形狀是圓形。嗯。我們要給它看起來像 patty 的形狀。這是用什麼來做？它是用大豆，蘑菇。嗯。就大豆蘑菇这样子做出来的，对对对，会进去 oven，大概是八分钟左右，所以我们这个是 combi oven， OK， 一进去了，我们 set 时间跟 temperature， 平时成熟食啦，都会讲唔够营养啊，所以植物肉咧，佢嘅营养成分咧，系可以等于我哋平时食嘅肉嘅，我哋嘅菜式。即係 normal customer 入到嚟咧，都會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唔似食緊素食？全部都好似食緊肉。最賣得係呢個。邊一個？呢個咩嚟㗎？麵粉啊！你一定愛試嘅。